现在你看到好莱坞那边的明星也好，国外的杂志，你会看到很多发色上面就有点像以前头发长出来很久没染，所谓的台湾所谓的布丁头，那现在是一个流行，延续2012年的那个晕染的发色，那现在这个晕染的方式也是延续到2013年，可是发色上面就会比较不一样，感觉是比较乐团，就有点古着的感觉，它的发色上面就会比较粉粉的，就比较不是饱和的色彩，还有剪发的特色就是会比较带有个性，但又有女人的味道，会有一些不规则的一些层次的质地的表现，它是块状的，跟以往不太一样的。